把手放开，旋转的轻盈裙摆，跳跃在闪耀舞台，鲜花会在掌声中如意盛开。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勇敢说出心中对梦的期待，相信踮起脚尖能触碰心海。接受惩罚。好。哇！真是服了，林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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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我选真心话。我来问，我来问，林老师，你昨天为什么突然穿一身正装来上课啊？是不是去相亲了？请发言。我是去祭奠我的爱人，昨天是他的生日。对不起啊，林老师，我不知道。没什么，这已经过去很久了。林老师，从来没听您提起过师母，您给大家讲讲您的爱情故事吧。坦白的讲啊，我的爱情和我的婚姻其实就是两码事儿。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我和你们的师母啊是搭档，我们的配合特别的默契，是海舞当年芭蕾舞系公认的最佳拍档。可是呢，我当时有自己的女朋友，她呀，人长得特别漂亮，而且特别有天赋，也很有个性，跳舞只跳 solo， 从来不跟人合跳。我上大一的时候就注意到她了，后来我鼓足了勇气去追她。虽然我们两个人在跳舞上经常的针锋相对，可是到后来，我们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就在一起了。我们的感情也很稳定。本来我想在大学毕业之前啊，正式向她求婚。可是后来，出事了，出事了！林诗安出什么事了？清风，我是林诗安啊！从今往后，我做你的另一条腿。为了责任，放弃了爱情，娶了你们的师母。到后来我才明白，我自以为是问心无愧的举动，其实是伤害了两个女人。其实啊，快乐和痛苦是人生的常态。孩子们，你们还年轻，以后阅历多了，你们自然就会明白，永远快乐的人是不存在的。有时候不能光听别人的故事，他永远没有自身的体会来得更加深切。好了，我搅局了，来，我们喝酒。来来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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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过来，大家拍照。来来来，来了来了，来拍一下，别挡镜头啊。哎，耶！好了，你给我看一下。发群里啊。好了，快去吧。就是啊，你一会儿帮我弄一下。介绍预定啊。行，嗯。咱们被认证了吗？行。我给你拿了，你给我一串，谢谢。我帮我提一下。我给你。你那吃完了吗？吃完在这拿嘛。大爷。我也大爷。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坐在轮椅上的师母一定很绝望，她远离了自己最爱的舞台，陪在她身边的男人却一直深爱着另一个女人，一次托举的失败没有人是有心的，但她却成了那个最无辜的人。好了，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阳光的，就算有困难，那就拿出自己的积极和热情去改变它。但听了林老师的故事，我才发现有些痛苦之所以称之为痛苦，是因为当事人根本无力去改变它，只能默默承受。那个被林老师放弃的女生也一定很无助。傻丫头，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嗯。再说了，我们又不是当事人，其实我们是没有资格去评判的。我听说呢，这林老师以前是一个非常愿意玩的人，什么街舞啊、摇滚乐啊，他样样都会。但是自从师母过世了之后，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而且张口闭口也都是我们这些学生。嗯，也许有些事情根本没有办法评断对错吧。对了，我反倒认为这件事情能让你感触这么大，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你想啊，这证明你这个小天鹅共情能力非常的好，像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呢都能感同身受，这对于一个舞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小春，你要记住，战胜痛苦的方式不只有一种，要把这种情绪转变成为让你变得更好的力量，明白了？我知道了。你是说这件事能成为我的灵感？嗯，当你受到感触的那一刻，就是你内心打开的时候。准备好啦？嗯。哎，来了。哎。你们两个神秘兮兮的找我来干什么啊？老师，上次咱们郊游的时候，您不是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了吗？我跟小春就擅自做了主，把您的故事当成我们跳舞的素材，作为我们期末汇演的作业。好啊，欢迎啊，没想到是我的故事启发了你们啊。来，老师坐。好，下面请欣赏椅子独舞。
林老师，我可以抱抱您吗？好啊，来。林老师，您坚持照顾师母这么多年，我相信一定不只是责任。林老师，您辛苦了，在另一个世界的师母一定也会很幸福很快乐。小春，谢谢你。老师，您给我们的作品打多少分啊？光跳个框架还不够啊，情感到位了，动作不合格也不行啊。告诉你们，好好打磨，别想蒙混过关。知道了。嗯，哎呀，你们刚入学的时候啊，都是一群毛头小孩子，真是一下就长大了。好，好好练啊。嗯，老师再见。好，老师再见。哇，好开心啊！耶！老师没事。钥匙真的不能给你再开了，如果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去骨科看看吧。医生，我求你了，没有这个药我真的没办法睡了，你就再给我开一点吧。你已经有轻度上瘾的迹象了，止疼药真的不是这么吃的，我之前给你开的就是最高剂量，不能再开了。下一位。别出油了。还没做妆造的动作快点啊，离晚上的直播没多久了。干杯！干杯！干杯！有请最后一位选手小布。哎，小布出来了。在今天开始演唱之前，我有一些话要对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们说。我非常感谢有这么一次机会。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的歌唱道路还能走多久，但我写的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内心情感的真正表达。今天我也想借这首歌的机会说一些我一直以来说不出口的话，特别巧的是啊，这首歌的歌词我之前一直都写不出来，直到今天上台前我才写好，但这也是我最满意的一次创作，因为这首歌是我为一个人而写的。我还会这样的坚持，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开始就不会截止，我们都有拉钩盖章，一百年不许变了。待在身边才更贴近现实。那我再答应你一个条件，我唱歌你笑的样子，每一幕都是我们的故事，我们聊的时间简单的未完却又不是只叫犯法，这个送你，比赛加油。我对这个世界道晚安，却单单只对你说喜欢，却单单只对我对全世界说晚安，却对你说喜欢。谢谢。哇塞，肖布这算是公开表白了吗？这么浪漫啊。哎，公开表白有什么用，人家于曼曼还不是心有所属了。心有所属。小春啊，你想啊，本身呢能够遇到双向奔赴的感情，它就是一个奇迹了。
原来我这么幸运啊。嗯，可以遇到这么喜欢我的一个你。那可不，而且我也是。哎呦，我的天哪！好吃，没眼看，我跟潘潘没有眼看了。吃饭。现在我宣布，今晚的最后一位晋级人，他就是。他就是肖布。感谢今天的评委老师，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观众，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在看直播，我会尽快归队，我会跟你们一起分享我晋级的喜悦。我还要感谢那个给我创作灵感的女孩，谢谢你们。哎呦，可以，肖布太会了，学了点。哦，来，为我们的明星朋友干杯！来，为肖布干杯！干杯！曼曼，你明天还得做理疗呢，别玩电脑了，赶紧睡吧。知道了。睡前把水喝了啊。嗯。林老师，哟，主任，来来，喝茶。我刚从招生办那边开完会回来。嗯，有个重要的事情我要跟你交代一下。咱们学校每年都会派人去各个艺术附中里面做海舞的宣传演讲。今年呢，轮到我们系出人了，就从你们班挑两到三个优秀的学生，能代表芭蕾舞系精神面貌的。好。这次的宣讲啊，学校一直很重视，你务必重视。放心吧，主任，我心里有数。嗯，这次就不要安排于曼曼了，她是个优秀的学生，但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还是让她跟于老师好好专心的准备国八比赛吧。我明白了，我想想啊，那就凌晨、石小春、潘潘他们三个。可以，就让他们去吧，到时候你跟他们交代一下。好。嗯。你吃饱了？嗯。吃饱了。哎，你们快看，肖布的人气排在第六，真不错啊！哇，没想到他人气居然这么高。而且你都不知道，我在微博里面发现一个喜欢肖布的网友，特别有才。嗯。那，你们看，叫淡水鳗鱼，他做的肖布的海报图啊，都特别好看。确实是。肖布居然还有这么帅的时候。行了，别犯花痴了。爸爸，你吃醋了。林王子吃醋了。我没有。接个电话。嗯，于曼曼给他打电话干嘛？别疑神疑鬼了。喂，凌晨，你能帮我个忙吗？什么忙？你能帮我开点止痛药吗？止痛药？你受伤了？没。那你旧伤复发了吗？不是，我只是有备无患。曼曼，如果你脚不舒服的话，一定要终止训练，你千万不能拿你自己的未来去赌博。我知道，我心里有数。还有，叔叔阿姨知道这事吗？不知道。你也别跟他们说，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你上次不是带我去见了一个你很熟的医生吗？你能让他帮我开一点吗？拜托了，我真的很需要。我知道了。谢谢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啊。
吃饭吗？嗯。今天啊，非常感谢来自海舞的三位优秀的学长学姐，给我们介绍了海舞的情况。同学们还有什么要咨询的？同学们不用这么紧张害羞，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就行了，我们也不是老师，所以尽管问吧。我们觉得学姐太漂亮了，我们不好意思。没有没有，我们海舞啊还有很多优秀的学长还有学姐，所以欢迎大家来报考。其实说实话学姐，我感觉学舞蹈好像太难太吃苦了，而且不好出头。是啊，现在舞剧什么的都没有人愿意看，有点过时的感觉。对啊，就是啊，太难太难了。吃春饭。确实，同学们说的没错。作为过来人，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大家，舞蹈确实很累，并且很难出头。所以你们这么想也没有什么不对的。这次来呢，虽然说是一次宣讲，但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次交流。说起出头，说起享受鲜花还有掌声，我承认在当今的社会中啊有太多的选择了，也许舞蹈并不是其中最好的选择。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跟我们是一样的，从小学舞学到大，它伴随着我们成长，也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坚信你们坚持这么久的动力，一定是因为对舞蹈还有舞台的感受和热爱。而海舞呢，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放大你们的感受并找到舞台的地方。在这里呢，你们还能收获到一批志同道合又积极向上的同学。作为学生，我尊重你们的选择，因为人生的道路有很多都是需要一个人走的。还有，我们最近正在排练一场关于探讨舞蹈意义为主题的现代芭蕾舞汇演，到时候会在学校的剧场进行汇报演出，也欢迎各位学弟学妹们前来观摩。嗯，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林老师，哟，主任，您怎么来了？哎，上次我给您带的茶喝得怎么样了？别打岔。看看，怎么了？今年附中的报考意向大幅度下降，人家附中老师跟我怎么说你知道吗？说咱们派过去的那几个学生跟他们学生说跳舞不是最好的选择。什么意思？你派他们就去干这个吗？不会吧，他们回来我问了，给我的反馈挺不错的呀。什么不错？还有那个石小春在宣讲台上跟附中的孩子们说去参观的你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创意汇演，那舞台干什么用的他们不知道吗？那是作业评定用的，舞蹈质量先不说，他们也不跟学校沟通，就擅自发出这样的邀请。如果以后我们学校有一点点口碑上的损失，谁来负这个责任？主任，您先别急，我呀觉得这反而是件好事。这演出的质量一直是我和于老师把关，这您还信不过吗？正好啊，这次汇演是一次创新实践，那观众也不能局限于我们系里这几个老师吧，孩子们呀是想通过舞蹈诉说让更多人去看到，去启发更多人呀。主任，正好说到演出，我们想申请一下咱们海舞的剧场。大剧场别想了，中国舞系最近联排了，学校早就把剧场定给他们了。你说林老师，你这次要不发生这档子招生的事儿，我还能铁着脸跟校领导再反映一下，现在没戏。哎，不不不，主任，没戏。主任，主任，你听我说呀，主任，我都跟你说了，这已经批过去了，咱抢不到了。再说了，咱这种实验舞剧，还是有演出风险。那我让孩子们在哪儿演出啊？总不能在教室里演吧？那样也太不正式了。嗯，破是破了点，将就用吧。哎，都快点，快点进来，欣赏一下你们的舞台和剧场吧。
这个旧剧场啊，海武建校就有了。自从有了海武剧场以后呢，就不经常用了。你们来的时间也不长，不知道很正常。这个舞台真的好小啊。没关系，反正来看的也就是戏里的几位老师，所以没什么问题的。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次可不一样了，我们需要吸纳新的观众来欣赏你们的作品。你们可以邀请朋友、家人，甚至素不相识的路人，只要他是喜爱舞蹈，都可以成为你们的忠实观众啊。确实，我们可以自己拉观众。咱们真要在这儿表演吗？主要是这设施能跟得上吗？林老师，咱们是不是得跟学校反映反映啊？这个呀，不用你们操心，学校会派人给我们升级设备的。哎呀，这在当年可是豪华顶配了，它见证了我们海武无数的光荣时刻。来来来，孩子们，我们要做新的东西啊，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作为舞者，我们只负责把舞跳好，跳出来得到观众的认可，那就足够了。我跟你们讲啊，当年啊，现代芭蕾刚引入国内，观众们不认可，欣赏不来，觉得是曲高和寡，但是我们的前辈不也坚持下来了吗？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在哪儿跳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跳舞的人。来吧，孩子们，要有信心，我们在哪儿，舞台就在哪里。好，来，好，一二三，加油！好，现在我们打扫剧场，开干！来来来，拿扫帚去啊！你月底有没有时间来看我跳舞啊？好，月底见。我学校马上演出了，你帮我叫几个朋友来，撑撑场面。好，那到时候学校见。拜拜。怎么样，战果如何？我把喜欢看跳舞的人啊都邀请过来了。我也在联系周围的朋友。其实啊，这样改革也挺好的。我爸妈老早就想来学校看我怎么跳舞了，这次啊刚好可以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那你可一定要好好跳啊。嗯。哎，小布。Hello， 兄弟们。Hello。Long time no see。怎么样，今天怎么这么有时间啊？我彩排结束的早嘛。哎，你们呢？你们在干嘛？忙着动员期末汇演的观众呢。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汇报作业要对外开放了？对啊。为了这个汇演改革，林老师说了，让我们邀请更多的人来感受这个舞台的力量。嗯。哎，对了，小布，其实你也可以邀请喜欢看你节目的人来看你跳舞啊。好呀，那明天录制的时候我再跟台下的观众们宣传宣传。好，比赛加油啊。嗯嗯，拜拜拜拜拜拜。再找找吧。好。啊，是我。止疼药你帮我开好了吗？那个，我学校马上要演出了，你能不能帮我多叫几个朋友啊？开好了，明天给你。像困在阴雨天，像掉落海里面，风划过你侧脸，不再轻舞翩翩，我奋力大声担心你消失怎么办？你摇摇欲坠，你不断后退，等我来救你，用温柔的力气站在世界边缘。
眼睛抱你，用你的舞台守护你，就算到天明。等我来救你，一起淋这场雨，陪你抹去疼痛的回忆，慢慢医好这颗心，远方灯火亮起，那就是你。